小六，和你在一起的人是叶十七。我杀个叶十七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。我让你失望了。胡说，没有。苍玄是凭借两国之力在追捕我，你是凭借一己之力在帮我，我们能逃到这里已经是奇迹了。你有多不想见昊灵王？宁思也不想见。我虽然打不过他们，但我能拖住他们。我的坐骑在东北方，待会儿你就往东北方跑。举着这个玉狐狸，他会来见你。那你会有危险吗？我是涂山姐，就算昊灵王在此，杀我也要仔细考虑，别的将领绝不敢擅作主张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我不管你了，我自己跑了。让我看一眼你的真容。你可想好了，我一旦出了这个门，就是另外一个人了。文小六不再是文小六，叶十七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也愿意冒着得罪昊灵王的危险，让我一个人逃跑吗？我有点理解涂山豪了，你好的让我都想怨恨你了。文小六，滚出来！再逃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快走！走！快走啊！文小六，乖乖的出来，我让你少受点苦。涂山二少主，你这么做不怕牵累整个涂山市吗？我是叶十七。叶十七？如果你是叶十七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苍玄哥哥，你果然厉害，难怪外祖父会喜欢你。